咱们来看一下三键恢复还原设置，建议大家先点赞后收藏，学习不迷路。这个问题主要是解决咱们职场新手的一个软肋了。像咱们 CD 当中的参数、选项、系统的变量被人家无意中更改了，导致咱们无法正常的绘图和使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通过三键的方法就能够去解决掉。一起来看一下，在命令行中输入 OP 这个指令，这个时候呢就会弹出咱们的一个选项的对话框，我们找到咱们的这个配置的一个标签，看没有哈，这里边呢就会有一个未命名配置，在这里边我们直接点击重置，这个时候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啊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试，那咱们的这个参数、选项以及系统的变量就会恢复到咱们的一个初始的设置了。那小米老师所讲的这个问题，咱们同学都理解了没有呢？哈，关注加点赞，关注小米老师直播间，咱们接着分享。需要完整视频同学可联系视频下方老师，同时学习群内会不定期更新 CAD 制图课程。